我们现在要来爬这个 Royce Peak， 就是在瓦纳卡图开车过来大概十分钟的路上，然后他说6个小时，要走6个小时，怎么16公里6个小时。现在是9:19，看我们等一下爬了几个小时。我猜拍照的时间应该比爬的时间还多吧。我们现在走了10分钟。嗨，小羊。在走上来的路上，旁边就有羊在旁边吃草，超近的。我们走了10分钟，是蛮喘的哎。这个坡度有点陡，虽然它这个路线是很明显的，前面有大羊。嗨，走到这个闸门过来，全部都是大便，大大的大便。继续走这边，嗨。17，目测拍得出来吗？我们走了1.5小时，然后现在开始有雪地了。哦哦，等一下走雪地的路哎。上面这边应该就是观景台，我们要上去的路，然后。等一下，就是走这里，啾啾啾啾啾啾，上到这里 ，Go！ 旁边就是瓦纳卡湖，好美的。走在这个雪地真的比较累。我们走了2个小时又15分，来到了这个拍照点那里，大家都在那里拍耶。赶快去拍，走下来拍照点，这里比较陡一点，又加上有雪，比较滑。走到那边，这拍照点也太美了吧！难怪大家要在这里拍，然后会跟太阳拍在一起。超美的，小球走过来。现在在 Royce Peak 的拍照点，这里，超壮观。在悬崖边耶，难怪这里拍到这么美，哇，旁边都是雪山，超大景耶，随便都是大景。我们刚去的拍照点是那边，然后山顶是那边，然后还要走30分钟，然后我们决定不走上去了，因为大家都没有走上去，然后这个雪不好走，所以我们没有走上去。这是超滑的欸，还好我们没走上去，不然这走下来也太滑了吧。而且这条就没有很多人走上去，都没有那个走路的痕迹。那我们刚刚在旁边吃了一点东西，我刚吃了一个面包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下山了，太能了 ，Go Go！ 这牛也太近了吧，刚那一只走下去还滑倒了。现在1:56，我们回到登山口。我们走了4个小时又40分，然后上面是很漂亮，可是到那个拍照点的时候是超美的。然后我们没有走到最上面的山顶，因为那边的雪实在是太难走了。然后下山的时候也很泥泞，差点滑倒好多次。然后我们在下山的时候还看到有那个。花香翼还是跳伞？跳伞吗？
跳伞飞下来，然后又看到两个人背着自己的跳伞走上去，应该是要从那上面飞下来的。今天是我们在瓦纳卡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滑雪的两个马来西亚同学来家里吃火锅，然后他们现在在准备。然后我们今天吃火锅，有露米、小球，还有我们的同学娟娟，还有我，教练好，教练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正在整理行李。然后这里是我们在瓦纳卡这里住了两个礼拜的地方。你最喜欢瓦纳卡哪里？当然是薰衣草公园啦。对，还去了三次。对，超好玩，我超爱。他那边的薰衣草的康啊，巧克力啊，我觉得都很好吃，它的甜点很好吃。然后瓦纳卡这里的餐厅也有一些我们去的都是蛮好吃的，蛮好吃。那我们都去了两次，这样。对啊，像那个墨西哥卷饼啊，那个很好吃，汉堡也不错。然后我跟小球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雪场，对对。然后我们还考到了教练，恭喜！那我们下一站就要去 Queenstown， 好，拜拜。这间面包店我们买了两次，然后露米，他这间很厉害耶，他得了很多奖，然后他最有名的是这个派，可是我们都买了面包，对啊，可是他，可是他面包也很好吃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们在要离开瓦纳卡的最后一个甜点，我们来吃这个冰淇淋。好彩色哦，好可爱哦！这个啦，他也故意这样放，好可爱，翻倒了。然后他这边一样可以选杯装啊，或者是奶昔，或者是用那个空装。我们点了一球百香果的，蛮好吃的，蛮甜的。组装还有，每年在纽西兰或者是往那卡这个地方发生的记录。天气好好啊，然后我们住的地方，我们住两个礼拜的地方在那里，拜拜拜拜。然后我们现在推着行李要去还钥匙，你这样推得动吗？我觉得 OK， 天气超赞的，可以上go。我心情好棒啊，前面的雪山还是很美呀、啊，哎，翻倒了。过得来吗？只要有这个嘟嘟的喊就过不去。加油加油，我不帮你了。